今天我们来做煎饼果子。2勺绿豆，泡水8个小时以上。泡好水的绿豆，加入180毫升水，打成绿豆浆。加入1/3杯面粉，加入1/2小勺盐，搅拌成细浆，将一块豆腐乳、一勺甜面酱搅匀，我们来做点薄脆。取十几片馄饨皮，炸至两边焦黄，一勺面浆，用刮板刮平，打入一个鸡蛋，撒上芝麻、葱花，煎饼果子就做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